哦，无复型的 ，OK， 狼魂，再见了，再见了，大地，我会记得你的，再见我的爱，再见哦，可以炸这个，炸这个吧，这应该没有东西可以用了，然后就小鬼换，然后大地就可以再活一回了，OK，扣血抽一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对吧？哦，这样子，发现野兽，没了，没有结果啦。 我哦，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大地救回来了，大地没有死，我才不要你还有东西要开，除非他自己搞了一个这么奇葩套牌，然后最后还放包裹，是吧？那我就只能这样，算了啦，他虽然连闪电风暴都有了，所以我们还是不敢害怕，不敢说到底他到底还没有什么。 我打圣骑那一场优势局，我竟然打错 AOE 把它送掉，然后最讨厌的是那个 AOE 劫那一场，我应该直接先烧，因为我先偷就出错了，我直接先烧，我可能可以偷到光荣牺牲，这样子会比较好，而不是我刚像那样子打，那样子打反而出一个问题是，我报复没有，哎，拿错了，对不起。 每周都有全新疯狂玩法，这是什么？啊，梅卡佐德再临，先问一下室友有没有在线上，没有，好吧，我们要去路人对战了。啊啊！ 对上马法里恩，这是合作模式哦。先跟大家讲，这是合作模式哦。游戏开始吧。就是中间会有今天的这个是合作模式，就是场上会有一只那个梅卡佐德。哇，金将体耶！但是直接投降就会直接赢。哇靠，95滴血新的哦。你好，完工了。你好啊，你好啊。啪啪。 然后跑到对面去，他应该有什么伊露恩之刺之类的吧？两边各加水晶这一种。愿伊露恩只有我的长枪。哦，这个改嘞，最大的手下。那我想什么？把他点掉。<笑>你把他点掉，你对手马上就走了。我跟你说。 队友马上干这个，我队友根本就是个败痴，然后就走了。哎，回血喽！我记得这个不要打比较好，因为你要帮忙摊伤害。 攻击力破200之前都不要打，镜像就是他不要下自噬啦，他下别的我们都可以拿到两只啊。加水晶，哦，他从看哦，我有岩爆 ，overload。 这个蛮坦的，耶！拼一滴，对面嘎，你都不帮我，我没有办法帮你。<笑>他不会有凯战吧？说不定他有凯战，所以谁是没有这个要打好几场才知道谁是主输出手。哦，是拉格，真是拉格。 所以我等下挂镜像，哎、欸，不行，我不能挂镜像。救救我！我们渴望复仇。希望他可以知道我要干嘛。
耶、yeah, ！我又弹掉了，耶、yeah, ！你这水鬼，我一滴你六滴，不不，那个德鲁伊马上就要死掉了。说干你这智障，你都不做事。你有什么？浮尘是啊，浮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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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泰，那个泰克斯可以跟他打了。愤怒点一，他在找，愤怒点一也叫不出来。你自己趴低。哦，双肉浆，所以我的血量是靠肉浆补的。干、okay ，我的盔甲爆了，脱盔了。我帮他抽一抽一点。哦，阿 K 下这个厉害。然后，又 overload。哦，泰迪是干，泰克是另外一个。可是你知道合作模式不能出直伤，你知道合作模式一定不能出直伤吗？就是直击法术，因为直击法术有一个问题是 ，gan 对面的死了。呵呵，因为如果出直伤，我就可以把他打死、欸，哎，我就可以做一些白烂的事情，把队友干掉。哦，我可以一直，我可以一直洗这个吗？我再抽两张牌看看。哦，有这种东西 ，OK OK， 所以我是主 DPS 手。嗯。不当时啊，我的鬼接档。Again， 那应该不要放他旁边，应该放两只烂货。哎、欸，我可以把法杖放在他身上吗？不行，他在对面啊，烂游戏。我说我可以把法杖放在他身上啊，不行啊，那个他在对手。哦，来了，刷 DPS 咯。阿周下一回会死掉，阿周会有那个额外规则，他会尽快把阿周打死。Again， 阿周死了。好吧，看来不用下一回了。阿周现在就死了。战头两次可以干嘛？抽一大堆牌，补一大堆血。这一次打脸的频率好像很低耶、欸，因为觉得这一场，这一次没有像上次那么凶狠。阿周直接就爆了，阿周一回就直接挂了。要配苗号是阿周了，这一次上次是木圣吧，我记得这一次是法德，然后法师一定是拿法术全部砸对面的。如果是我，我就会干这种事情。就拿法术砸全面德鲁伊，把他砸死这样。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望天干通。法力神掌 ，again， 我失误了，是个智障，我觉得他要跳，我忘了先撞，我忘了撞掉一只，我在实况上干蠢事，上次我才笑某个人是智障，这次我今天就是智障，对不起大家。主人要吃了你。我犯了上次笑别人的错误，我忘了撞掉一只，我要把血法撞掉抽牌。完了，我的主 DP 主 DPS 手像个智障，也就是我。我的对手居然，我的队友居然还没有跳，真是一个好队友。完工了，还有米欧号是吗？订阅，对不起。
没有 PC One 的 Subscribe for Six Month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这样子互动，这还可以打一拳，他会活着。我现在马上变副攻击走了，因为我现在我刚直接把整个台送掉。不过这个模式的缺点，你想这个模式的缺点好了，不论输赢都有卡包，其实有点跟缺点一样啦，就是不论输赢都有卡包，因为官方不希望让两个合作的人在那边弄一个晚上。专心上课。哇靠，要这么烂东西，不行，那你要送东西耶，不然你就要送钟嘞。我很乐意学习。哎、欸，你没有先撞，傻瓜，树人撞一撞。他也是傻瓜，看起来不是只有我一个是傻瓜，两个傻瓜。爹，你也是。好吧。看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傻瓜啊！这是苏没有卡包，真的假的？对面超平哎、欸，接下来我们停牌哎、欸，打脸跟那个我们都要死哎、欸！啊，大自然真好！你有点水晶我就扁你哦，火炬来了。苍兰下去很可能被砍掉啊！他补血了，你这补成天！我要死了，我吃十二点伤害，所以我有可能这一轮会死哦。补三，看这不够啊！补这三滴血有跟没有一样、啊。望天感同，看我觉得我要死在这里哎！两个人轮流傻瓜，不要。No! 没事，躲过。他应该是自然之力修完咆哮一套吧？要丢一张自然之力给我，他要补我，不行啊！这个开这个你还是开这两个都是。哦，关键回合。没事没事，他超平，有希望了。就看这一回合是不是要把穷人都撞掉。The Beast， 所以我这回要做的事情是法伤加一火球，法伤加一火球，法伤加一火球。The Beast， 哎，战机。我要打掉吗？打掉啊！我再举棋不定了。干不行，我怕三个目标。没事，没事，没事，砍他没事，这样会多一只。我在那玩意儿里面，有没有咆哮？快！你这边左边四张牌到底是什么？啊啊！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智障，但我们还是应该是赢了吧？你该不要脸贴吧？等一下九十七差两点，这一次不能打，九八十七差两点啊！最后笑脸贴，愤怒，愤怒。愤怒！愤！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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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Again， 好，大家脸贴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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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难哦，上厕所。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愤怒有几张？
不是牌又不是自己组的。我那我撞，说不定就电死了，对不对？不一定啊，就是不一定，不一定到底撞好不好，还是撞不好啊？啊，我撞电三个，然后我死了怎么办？如果我撞电三，我在你们干嘛听不懂人话？干，如果电三个怎么办？好，如果我把我所有手下撞掉，他电三个，假设没有点到我，电到我们俩，电到场上，那我就输了、啊，你懂意思吗？我顶多可以选择撞一只而已，我只能选择撞一只而已。最赌的做法是撞一只啊，一个撞会被炸死，你怎么知道他会暗杀？你的通常是怎么是答案是怎么来的？上厕所。其实我不知道脸接算不算赢呢、欸，我想知道这个敌人的答案。你都要死了，你不 OE 你不做速度对面一回合，错，你没有留下来他，你没有留下来，如果他打三点，你还是死啊，对不对？不撞不会赢，撞了不会输，撞了可能输。如果他有自然之力撞了，我不知道他手牌有什么啦，你只看到双咆哮啊，然后嘞。你只看到他双咆哮阿兰后嘞，游戏开始吧。甚至没有不用说你看到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对手手牌有什么啦，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一回赢了还输了。他自然之力开过一套啊，他有自然之力凶王咆哮，我们就赢啦。哎、欸，有吗？那时候场上三只怪嘛，咆哮是六点伤害啊，凶蛮咆多开一张咆哮是多那点伤害啊。你怎么知道赢了还输了？如果你只要，如果你只要讲你刚这个败池，你不要。如果你说你这败池，你刚刚应该不要满台被扫掉，那你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我们两个各扫各像傻子一样扫了一次。那你这对不起，那你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我刚刚就是做了这件蠢事。对，啊，剩下的问题就是啊，你怎么知道他会暗杀？你说撞了他，如果暗杀就赢了，对不对？五发里面有三发，假设我们今天全撞了，假设我要最大伤害输出，那你怎么知道撞几只？撞一只还撞全部？假设我撞了全部，场上剩三只，如果他电两边脸就输了；如果他电场上三只，任何一发电到脸就输了。如果他电场上三，假设他电场上三只没有电到脸，啊，场上那三只死了，那也输了。那结果就是输啦、啊。到底要想哪一个答案，对不对？我他妈怎么会知道他暗杀？我是 BOSS 会杀最高攻的嘲讽。BOSS 不是脑啦 ，BOSS 没有脑啦。BOSS 没有脑的啦。
对不对？啊 ，BOSS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暗杀？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提攻击？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打两个人的脸？我也不知道。哦，法伤加哇，法伤加四哎，干，这玩意超屌哎！我先灌两套啊。所以直接先灌一套啦，才六点，下去是八点，也会上浪费一点法力。我们都没有拿到抽牌的鱼人哎、欸，天哪！我们渴望复仇。对，好难哦、喔，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干嘛。比 BOSS 高攻，他那一个他那一回的十二攻哎、欸，他十二回的他那一回的十二攻哎、欸，在他看起来那个比斯据说就像小朋友一样啊。OK， 他补血了，两个烂队友的时间。下这个多三点，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啊！干，这场危险了。哎，那他比他攻击力比他低啊，那为什么他要把他砍？我不知道。这个模式就是，你该不会想要放凯战吧？不是吧？救我啊，大大！这个模式就是 BOSS 的联动，全部都是随机的、啊，就是你不知道他会干嘛，烂货。啪啪！电死哦，要停牌哦，剩两回合，剩两发就要死哦。啊！他又不杀，你看。那我剩六滴血，我要咳，就这样。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在下一回合挂冰箱了，挂这玩意儿。我想说我下这个给他暗杀，他又不做啊。所以王的那个运动联动是随机的啦，王是没有在想自己要做什么的。我的孩子会撤。Okay, 大大救我、啊，大大，我要嗝了。你不会给我按天机吧？打得好。特洛哥左右摆了两回合，一刀都没有砍啊，在那边猜 BOSS 会做什么的都出去了、啊，那里没有答案、啊。嗯，本来就没有答案啊，那个东西是随机的，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刚讲出来面对啊，要干嘛同一个？马法里恩，我必须保护大王，游戏开始吧。对不对？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BOSS 跟你讲，上个月死了225个德鲁伊，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哎、欸，系统有点慢哎、欸，没事。空砍耶！ Yeah, 你看他为什么现在要做暗杀？那个是随机的啦，就是随机的啦，不要想那么多啦，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啊。玉龙，他这么快阿周啊！我现在要干嘛、啊？电他，我要死了。嗯，没事、欸，阿周砍一刀居然还活着。哎、欸，电脑变慢嘞、欸，变好慢哦、喔。哦，我现在要干嘛？给他法术。完工了。你看电脑变得
变 slow motion 了。low master 桥。加水晶，同学，加水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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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我可以把他杀了。这一次法师有一个主动权，就是法师可以关一套把队友打死。然后如果他要做，他要做凶顽咆哮的话，是没办法打到我的。对，把这场游戏法师有一个优先权。你好啊，要水晶哦，加氧水晶，这样啊，这样还不行。噔噔，再战口一，成长二，天哪，这真是一个好队友，哇，这个太厉害。他如果一直垫脸，好像一直垫脸会比较容易，一直垫脸可以活下来的时间比较久。治疗之处，你不会现在就要治疗之处吧？你要干嘛？愤怒、喔！你愤怒点那个。打得好。现在就是要弄是不是？割下指伤啊，来干嘛的？他把我那个打掉、欸，是指伤。打得好。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检举他、啊？不用怕，我有优先权啊！我拿火球直接灌他脸就赢。我真死了。哇，这个丢下去可以火球超大哎、欸，而且会有永久法伤，这是一个例外。你看这个画面好慢，没有关系，我有一个优先权。什么叫优先权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能他再怎么样下怪，他都要打这个。对，但如果我下怪呢，我可以直接拿火球灌他脸，我有这个优先。啊，你看他会不会砍他？他还是不砍他，妈个吃我火球吧！六二，给他砍，给他撞啊！多一个哦，他把整台撞掉了，真的假的？战绩千万跑笑了。哎呦，好像可以开一套、哦，不是？快快快，不知道他干嘛？乱交咯，他把炸弓子打死了。我是不是可以杀他了？我是不是可以教他怎么样做人了？Yes。我先把那个炉子重开，它太慢了。妈的！妈的，在那边闹。
闹什么？会不会玩啊？他妈这翻臂法冲击打掉我的，我直接把你砸死！进来，快进来，说说你这趟旅行的故事。直接把他砸烂。嗯。这模式要干嘛？赢啊！要打赢 BOSS， 这是合作模式。不，咋看又同一个这样，碎了。起手要绿所有加法，我去年不是去年，上一次的经验是。你起手要绿所有加法力跟抽牌的，也就是冷光神谕者跟那个秘法魔像，你起手就绿这两个就好了，其他丢的都没有用。然后阿周跟米欧号是必须要配合，就是对手要打一套给你才可以，可能很难。这一次两张都在同一边吧，阿周跟米欧号是都在对手手上，所以他可以直接掌控他要打这一套的时间。啊。你好啊，没事，公看。呀，还是有点慢，觉得还是有点慢。不能用黑棋砍，就跟你讲，没有套牌。就跟你讲，套牌不是自己组的，要不然战士直接点暗杀就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幼稚园也会。战士不是讲说，战士直接点斩杀就好了。那你在那边讲什么？噔噔，游戏幼稚，对不对？有暗杀，有斩杀，有单点杀的，所有一回可以挂掉，德鲁伊直接点自然化就好了。想那么久干嘛？这太早了吧，阿周。不是啊，我这个秘法冲击啊，傻瓜。他也不会玩，他不会玩。望天感动。我不要把电掉吧，这没有用。啪！哇，输了。输了！没有人能阻挡我，没有人。我觉得这每次大乱斗，只要这个模式对有人都会没有看规则。嗯，他已经不知道这个游戏要干嘛，他已经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只四九五那一只在哪里干，他会不会要连接吧？活化盔甲，想要场上多一点料的时候再做，想要场上多一，反正就多一点东西的时候再做，他感觉比较好一点。因为你这样分三个目标，很容易打到他啊。他自己又没有防自己，如果他有防自己就厉害了。没有。然后把这解了。哦，没有，没有，靠！他要是拿那个打下去，把那个解了。就认了，我是不是要补他、啊？望天感通，你不能拿走我的霸权！啪啪！不行，他再被电两巴就要割。为什么都不用怪撞啊？因为你不要把怪，因为怪可以摊三点伤害啊，因为这个啊，啊你把怪撞了，然后这六发有一半有两发就在你脸上，啊那没坦嘛。其实这个重点是两边一直打铺场跟料，然后他起手，我猜他起手抓了一打的法术，就是什么
熊满咆哮、自然之力这种东西，但其实不对。这个游戏起手就是抓所有可以让你成长法力跟帮对手成长法力的东西。啊，对，要全部做这个才对。加手牌，然后加料，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打。就是你要做一直做铺场。哦、oh, ，nice。阿周死了。我在那玩意儿里面待了好几个月。闭嘴！你了解良心哦。啪啪！因为到后来这个会越来越凶，就是他的伤害越来越高。可是他阿周那个米欧浩斯也打掉了，阿周也打掉了，啊，大招，他大招就没了，剩我有大招而已啊。剩我有纯 DPS 输出，就这样了。我的孩子会称霸天下。这个队友也没有多正常啊。只有我的长枪。把他中掉一次。我不要、哦。中掉了，那死定了。下一回电八嘛，我可以补，我要补他让他过。哎，该死，战后。好像要到决胜局嘞！怎么觉得系统越跑越……哦，超载，没事，这一轮不会死。下一轮就不一定了，下一轮就必须要考虑要不要把招打完了。然后他要打一套了，啊！大自然真好。啊！哇！这样他会暗杀谁？他会暗杀他？那我可以用这个。哦，再超载，这一回会决定谁会死了。他必须要补血，他必须要帮我补血，因为12我会死。他可以叠盾，然后躲过，但是再来我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你要帮我回血，快站直立，然后他自己要按天机，这样我们就不会死。哎、欸，漂亮。然后祈祷他是提攻击力，提攻击力就有机会。OK， 没事，这样也可以，这样台上没有少东西。下这个多打二嘛，下这个多打四，所以这个比较好。这样有赢吗？我是应该下这个抽牌啊？不行，我们没有赢。六七八九十四，赌他没有炸死人。赌他做暗杀。赌他，假设炸三个目标留住比较好。假设暗杀没有差，假设提攻击力没有差。现在局急不定了，我应该要帮他抽牌，这个做错了，因为这样都是多一只。
again！ 输了，难哦！他米欧跟阿周丢的时间点都错啦，他太早丢了。那个不能，那个不是起手丢的，他二回丢米欧耗时，然后我那个时候只有正极可以，只有秘法冲击可以打，只有阿 Ken Shark 可以打。我说干你在干嘛、啊？可能还要打很久哎、欸。如果对手都对上马法里恩，如果对手跟我一样苛刻的话，我们看起来这场游戏这种战争还有值得看。哇、哦，好慢哦，电脑又变慢了。留这种东西，留密码魔像跟抽牌鱼，反正就是尽可能帮两边一直加法力这样，然后多做点事情。Yes， 哦，这个局还不错，两个山，早知道还是火球红脸了。你不觉得这个交换的时候又变慢了？这个游戏是……哎，什么声音变小？这个模式是合作模式啊！啪啪！其实你知道怎么样打起来会最好吗？如果这是个智障假设，他每一回合都电两边，这样会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可以电15回合，然后15回合两边各15，两边各7回合。哎，没有，他最好做的东西就是电场上的怪根。What？ 不要绝敲吧！我靠，傻瓜，傻瓜。这个看起来没救了，他敢补那一拳。你看炉石变好慢哦。超载。这个游戏应该这个牌组都没有做，他们要设计这个牌组有一个重点、欸，第一个是不能设计随机物品，就是不能设计那种那个不稳定传送门或者是乌鸦塑像，他要设计这个要是设计乌鸦塑像就会出包，不要打，你再打就挂了，就是不稳定的传送门或乌鸦塑像这件事情全部都不能做，然后再来是。再来有什么重点啊？我想看。然后你要他，反正秒杀的东西就不能摆，然后你就要摆一些你想好他们官方要求的获胜手段，就是怎么样打一条路，然后这样获胜，这样可以抽抽抽抽抽抽抽。你必须有一个战术是可以让你赢的，可以让玩家赢的。然后只是这个部分最难的什么呢？你要让两边沟通，可是两边看起来就是没有要沟通的意思。好，不爽吧？怎么他都是一脸一直中啊？你是快要死掉啊？差不多，我要下金枪，然后给他了。自然真好。如果趁他前面攻击力不高，场上不留怪，或留一点先撞掉一些做伤害了。没有啊，你撞个两滴都没有用啊，撞两滴就跟没有撞一样啊。哦，那不用。我靠，还是要补哎、欸，这个血量看起来挺不耐住。望天眼通，
个打两滴，然后你现在一轮可以吃掉一个六点伤害，所以算起来应该是不赚，就是还是把怪留下来都比较好。好像低于五点攻击力还多少？低于几点攻击力？如果今天你的手下那只是可以打到两次，对，就是他打完一拳都会活下来。比方说他四，哦，这次他哥，然后再下一只浮尘，然后先把浮尘撞死。哎，不对啊，那我帮他抽牌，那摆明他没有料。啊啊啊！浮尘死了，死了一只大拉格。哇，这样子没有办法全叫。这样我是不会爆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会九张。慢。一二三四，对啊，九张嘛。好，继续超频。如果他整场游戏都超频也可以啊，就一直超超超超频超到死也是可以。德鲁伊那边是自然之翼凶王咆哮一套，可是你的艾维纳嘞？哎、欸，这个有没有办法让对手皮奥死掉啊？特洛国主尔，哎、欸，暗杀只会砍到这个，那还不错，那还有希望。会不会让队？可不可以让队友那个啊？嘎嘎点点。哦，双战吼，双战吼可以用大抽补血。我觉得这一回就把火球灌一灌，让他可以让他叫三只，所以我先做这个。特洛格佐尔，特洛格佐尔，洛格佐尔。再点到自己。特洛格佐尔，特洛格佐尔，没戏了。没事，斯拉格坦了两发。OK， 那就代表剩下可以做。关键回合。如果对面愤怒都拿来单点抽的话，欸、如果对面的愤怒都拿来单点抽的话，疲劳应该会赢吧？你不下龙的话啦，九回要做什么？三法师很难，来不及。玉龙指引。哦，他要给我法术，他要给我一套。干，你不能满台哦！我觉得他要满台了。那真是蠢。我先按。哦，没事。他有想到。啊，特洛克佐尔死了。啊，你没有给我法术，等一下你阿周嘞。不行啊，我没有料啊。我用这个抽两张，硬抽两张看看。反正我法术都不用钱。哦 ，again， 这样会赢吗？他下一手一定杀阿周，对不对？看，我真不知道这里全撞战自己希望咆哮有没有赢呢、欸？状况再去挤不定了，等你等了一个回合，那个手下才能攻击你啊！他以为我有料，我没有料了，我法术打完了啦。咆哮。
六胜。不要脸接了，同学，不要脸接，不要干傻事哦。可以赢吗？不够。Blue Entity。靠！我怎么让这个游戏结束了？我没有办法赢啊！我才打八点，而且我还不要打，我要保护我的盔甲在。然后我下这个是为了帮我坦一发轮那个炸的伤害。他手里是不是没有料？自然自己凶的咆哮做一套，可能还有一套啦，我可能可以打个四点。那我给他一个这个。那狙击不定了，或许跟他手牌九张。我赌你还有一套。没事，我一滴。这是自然。哦，对，他有。操！我忘了有研报。对不起，哇，对不起。我打了炸三发，大家都会活下来，没有错，因为他血刚刚可以过了。我打错了，给我是个智障。师弟一套刚好啊，脸不能撞，干对吼，还要直接再全撞啊！来不及了，我没有看留人士，我什么都没有看留人士。只能打十三滴而已，因为香蕉还有一根，还可以跟他贴一根香蕉。天，我是个雷包，我还是放弃这个游戏好了。我已经打了一个晚上没有赢，而且一场是我输。对，他有研报，我那个时候只洗了一颗研报给他，我忘记了。到底有洗手要留什么啊？哇靠！起手三下流失，没救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还先退出《土石战交》，我觉得这游戏好难玩啊。他那个最后直接灌我，我也认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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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一个人雷一次，对，而且我没有算，对我忘记他不能有连接。没事哦，两轮暗杀，全部做暗杀都不要下手下，然后天天去点点到游戏结束，那我扣脸，天天过年。愿一路安，只因我的长枪。然后点二，这小时就是最好。给，我刚全打，轮到他研报就赢了，我在干嘛？而且我还想到可以躲盔甲，我也想到帮他补血，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有研报。看来这个夜很漫长了。哎，nice play。Mega upload。啊，大自然真好。市长，你真的不能乱呀！人家想用研报你派香蕉，小事我不知道啦。你看看这个，就是我特别查过了，这就是民进党送过来的香蕉。
闭嘴，饮料干点心哦。我查过了，这些香蕉都是民进党送来的。妈的，那个谈财的小妹马上就爆了。哎，不错，多个做躲过一回合，做大招吧，做各式各样的。哎，看，我应该把这个松枝，六回顶多两个法术吧，冲击冲击一回，三个法术是冲击冲击火球，那就是他只要火球而已。好、哦，火炬冲击。赫洛格佐尔，赫洛格佐尔。而且这时候有一个危机，其实因为没有人比他大，所以如果那个。他超攻击力会把旁边打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该怎么做？等阿周吧。好，我这次会送掉的、啊。哎、欸，不是。时光不等人。这还可以再养一回合吗？没事哦，电脸安全。我们要再打掉一只。啊，特洛克佐尔旁边那个死了，真好，江也没事了。哇，他妈法伤加爆啦！可能可以平衡。为了一路恩，先把。啊，大自然真好。我无法决定我要不要阿走。至上中将军，干他头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到底要给阿周？他投了，他投全没。麦迪文对上马法里恩，我必须保护大法师。我又是法师。游戏开始吧。我就觉得大法师比较简单而已，不然我刚研爆了。我刚上一场，应该最后做这个，再做这个，再下这个，应该就了。镜像锦囊不要太早下，因为镜像仍然是复制到制式你的图。我觉得这一副套牌德鲁伊的制式不应该摆，应该要摆就连地之制那一只就好了。反正制式很容易镜像锦囊就爆一个人这样，哇，没事。好，那你可以弹两把。我应该先打吗？妈，昨天他熬夜，你傻子，这里美服啊，除非他不是美国人啊。现在是美国时间几点呢、啊？我想看，美国时间下午是台湾时间的很多点，所以现在应该是，我以为他两只会分砍。
现在应该是下午吧。是吗？完工了。我要看哪一周？要看你不是要看那一周的哪里吧？应该是这个哦。哇，罗生将居然弹住了！天，要看你在每周的哪里吧。我他妈怎么会知道？啊！大自然加水晶，你只能负责哦。欸，可以耶，这样可以撞一下耶，居然不贪，居然不亏耶，可以输出两只，真好。叫我九张嘛，应该是不会爆牌吧。完工了，电池还可以，现在还顶得住，现在都还可以。然后他再下灵力之刺，两边抽一张，加水晶好吗？全部都给我加水晶。我六回要做这个跟这个啦，所以我五回，我在想五回要做什么。愿一路恩，只因我长枪。五回二加三猴子哦，这个哦，送我去。在店里，他店很痛。五回火炬邪法师，五回猴子，猴子邪法师。啊啊！猴子死了，没事哎、欸，哇，可以弹四点 ，OK OK， 还活着。他也不一定是美国人，对。你不会玩天神级吧？你说有两根香蕉，我知道，看你最后边抽什么了、啊。抽两张，哎、欸，十张哎、欸，对啊。那你要贴一根香蕉，不然你手快要爆了。然后可以碰一下，哎、欸，不错不错，这个会玩会玩，哇，他刚才被砍两刀，太爽了。The Beast， 我他下一回的法力会撑满，所以我直接下这个，他法力就满了，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另外一个跟这个一样强的战吼，应该就是这个吧，残联小贩八蟹八弟，啊，玩的哎。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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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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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然后我下一手就是镜像体跟参田小帆啊，然后把找一只撞掉这样。他到目前攻击力算低耶、欸，他现在只有四点，真的，那这场就还有希望，还比较有希望。该怎么做？而且我们补血资源的材料都在场上，这一点补血。好像有希望了。那他断线了。该怎么做？时光不等人。到他烧线了。他要开了吗？害怕伊温鲁西斯，不是你要干嘛？击西三零。那、啊、我们就这一回要灌法力，灌伤害了。那、啊、我要怎么提供最大的伤害呢？哦，啊，我还有加法伤了吗？我想想看，是，嗯，这个加这个多少？15点，这个加这个多少？这个加这个17点，这个最大吧？4+1=5、6、7，我还有2点法力可以做事。我要贪这个吗？我可以垫一个这个就好嘛，对不对？然后我把这个补起来是。或者是我下这个把这个点起来，这个对这个法力是差二，对这个是差多的，我做这个就好了。还是我应该把法力留起来，
难哦，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屁嘴，饮料干良心哦。我应该把法术留起来，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有米欧号是曼拉斯顿那一套，所以我应该把法术留起来。他真的多给我根香蕉都好，凶哎！那我多一只在哪里？然后东西装一装啊，那个超过地狱那个都可以。是吧？这撞开家，真没有，其实就差不多。法这个有两张啦，我们现在做问题就像在算命啊，我哪知道对手有没有，他拿香蕉贴这个才对啊，没有炸我三个塔，真抽呜，可以放大招啦，我先把火炬跟冲击打掉啊，应该没有比这个回合更适合放大招了。哦，电脸爽，这没事，电脸就是没事。可是我没有法术了，你需要帮我抽牌。专心上课。我靠！那他把那个送掉，然后把小鸡全部送掉。可以点脸的只有补血啦，香蕉不能点脸啦，愤怒也不能点脸啦，我太关心香蕉，我很乐意学习，这香蕉其实要给他欸，因为这样他可以多弹一下、哦，是不是可以灌啦、啊、我全部法伤都在台上，这时不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全打赢了吗？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剩九，好，我就全打了。没问题。我的都玩的不错。装备变成历史。变脸。哦，砍一只。OK， 不真死了。哎，不真没有死哎、欸，啊有死，砍八还是死？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做任何事情应该都赢了。站这些关跑笑，任何一张都可以，跑笑也赢了、啊。你不会没有吧？要打战，终于！我很乐意学习。然后对面变身脸装，我就是不要让你玩。干，真的假的？这次可以啦，这攻击还不够高。哇，手撕哎、欸！天哪！辛苦了，看我本周是五场，这个再打一场，五场，
人应该会被排除吧？猎人是，其实我觉得只能再出一次，因为猎人跟盗贼没有办法打。麦迪文对上马法里恩，因为猎人跟盗贼没有什么。盗贼哦，盗贼可以冷血那种贴一贴之类的吧？盗猎人，猎人你要麻烦。这个是去年，2015年年度被评选最好的旅店大乱斗，第二名是炎魔 vs 奈法利安，然后这是第一名，梅卡佐德是第一名。猎人就把对手打死啊！不是，你要想的是盗贼不会给不，盗贼不会帮你放。所有直接杀的牌，盗贼都不会帮你放，你就这样想就好了。就是什么暗杀破坏工作闷棍那种，都不会帮你放，你就先记得这样。那然后再问你，你觉得盗贼要怎么做？盗贼要怎么做一副牌让他可以做事？愿伊路恩指引我们长枪。蓝龙贼好像可以。如果他改蓝龙贼这种类型的套牌，感觉应该可以。啊，他炸死！然后两边就在帮盗贼抽牌跟做所谓的大地。那什么帮对手降费哦，还有米奥是曼拉斯顿那一手，大概就这样吧。大概这应该是可以，好啊，应该是比较理想。不然等我盗贼，台湾蛮难想。然后爆刀队友，对了就死了。如果法上加在 BOSS 身上，他的牌会用到这样吃法上吗？没有办法把法上加在，没有办法把法上加在他身上啊。我拿一张成长走，可以。哦，多一张新币耶，那不错，聪明。哦，我这回可以成长二耶，好强哦！马走死了，干，那我没办法还他、啊。那我现在要干嘛？先成长。太简单了。看我们手牌打成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我下一局要怎么办。望天感同。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以下在场上的东西耶，那死定啦。啊，大自然真好。哦，终于活下来了。不然照他这样子打，我就五分钟我们就入土了。Overload。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完工了。啊，没事，差龙池，还好。完了 ，overload 两次就要变一拳超人了。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啊！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啊！这应该是可以电的啦，他妈十伤哎！
服我。望天干头。哦，三回 overload， 哦，不错啊。如果对面一直做 overload， 如果这场游戏他只会做 overload， 你们就会赢了，就这样。如果对手是个智，如果周安阳是个智障的话，我刚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做，然后下镜降级啊？啊，干不要、哦！完了，要不赶紧走掉。八十点，我还活着。一回十升三 D， 那不行啊，那躲不过啦。接下来就只能躲台上啦，就是躲台上有什么料，不然早就死了。他这样把咆哮开掉、欸，哎，没救啦。哦，补我、欸，按、啊、按、啊、你有办法补自己过吗？哦哦，我还以为死定了啊，想不到对手真的是，我们居然还有一回合哎、欸。建议是不要打。其实应该贴我的手下，然后不要打，因为这每一个可以帮你弹一个十点伤害、啊。啊，边缘归来。哦哦哦！每个人抽四张，直接就爆开了。感谢你，我们活下来了，阿呆与阿瓜，我们回来了 ，again 又弹一发。他咆哮开一张了，帮他放这个也没有屁用啊。我的孩子。哦，游戏开始。哎、欸，附身死了。不行，这个是弹不太住。感受痛苦的滋味。哦，没事，我垫一滴，你垫十滴，你嘎嘎开塞卡塞里耶，你可能弹不过。哎、欸，他第一攻就没事了，哦，或补血。抽一，立定坐坐。专心上课。哇，慢了。专心上课。哇，爆了。我觉得他把他搞到满台了。我很乐意学习。那真是蠢啊！我很乐意学习。那你艾维纳要送掉哎、欸！你艾维纳必须要送掉，不然你整个台下一秒就不行了。不要再做法术了。那真是蠢啊！我很乐意学习。哦，台要不接了。打得完吗？八加哎、欸，好像可以、喔，是不是算对了？大师会对付你的。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干你心脏真大、啊！
啊，我少一张冲击不就碎了？因为我有盔甲在啊，所以我只会我电只会被扣。哇，天哪，我懂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求点他，我点他那边有赢哦，白痴！我又凯瑞一个队友，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本周蛮好玩的、啊，本周应该是，如果你的路人电脑跟个傻瓜一样，如果你的路人电脑跟是傻瓜一样的话，你打起来人生就跟是傻瓜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对电脑不，如果你的路人队友不是傻瓜的话，打起来是蛮有希望的。啊、对，不过整体而言，本周大乱斗还在。哎、欸，看我点到什么？本周大乱斗还在好玩的范围内。对。然后还是需要勇敢一点。他怎么可能看实况？美服他妈跑来这里看实况，跟朋友连不能算那个啊，没有算胜场啊。我还是点了下一场。好，我都还没有玩过德鲁伊耶、欸，我也想玩是德鲁伊。他那个这样打，我真的是心脏不太行啊，我真的啊、我心脏有点抖啊，我都不知道队友在干嘛、啊。火焰长矛没有给，有人说，哇，那只如果有火焰长矛就好了。游戏开始吧。反正一样啊，起手先找出来，我又是法师，烦的、欸。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完就把它打完了，这样。怎么回答什么了？如果我跟室友不要沟通吗？应该是不会过。要看跟谁沟通。他打最大的手下那张改掉了，就是那张，以前是必死，以前是暗杀，后来是改成大攻击力。我手快烂透了。我没有水喝了。以前是暗杀，然后后来是改成大攻击力，所以你某些二三手下有机会活。你要干嘛？硬币跳什么姿势？愿一路恩指引我的长枪。让这个游戏比较好。然后法师的血量可以拼啊，反正你有盔甲，你就用盔甲顶最后一点点就好了。我们刚刚最后我剩八滴，我也是用盔甲顶两回合。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三发飞弹先炸掉，他如果三发先炸掉盔甲再炸到脸会不会死？我不知道他三发是分开算还是一起算？啊、加法力，真好，不要抽。啊靠！我怎么下盔甲？砰砰！如果都是电脸就没有差，如果是打三点的，打三次的，不知道怎么算。就是牌不一样啊！然后法师拥有一个人生的优先权。什么叫人生的优先权呢、啊？法师可以拿火球丢死对面的德鲁伊，可是德鲁伊没有办法打死你。对，就是人生的优先权。你看，当德鲁伊只剩下这个血量的时候，你只要有火球，你就直接超火球把他打死也是可以。虽然这样不会赢，不过还是蛮爽。这个如果要自主的话，他要写很长的一个列表、欸。如果这套牌开放自主的话，他可以写一个很长的列表，把某些牌 ban 掉。就你组那些牌，然后那副套牌会没有办法过官方要求这样。这其实可以，就是他可以做这种东西。如果不知道做这种东西吸不吸，就是大家买不买账。
快要死掉了，没有办法。练练，八六，这里铁，我没有办法给他这个，因为我金像体只有我有而已，所以德鲁伊的血量是要靠自己的，就是要靠知识古书之类的东西，或是对对对对对，或治疗之术，把自己血量回起来，不然你自己就会爆掉。他要送一只小龙，我送一只知识，送知识哦。不要打了、啊，电脸，对对对，电脸这个意思，因为这样就真的伤害了，血量补回来。然后我要把所有，不对，我可以给他镜像体耶。嗯？对，有阿周哎，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定要打完。所以我可能可以给他铠甲。哇 ，nice play！ 早被电死了。哦，没事，加一攻击力。哇，天哪、啊，这居然活下来了！妈呀，太强了，太爽了。然后我要等他进象体，我把这个给他，对不对？我把这个装掉了，咱们动工吧。好，让我赚点攻击。至少我知道。不当时啊，万鬼皆胆战。啊靠他、欸！维纳死了，我到底要不要把他撞掉？我不知道他会砍他的还是砍我的。我应该把那只九一留着吗？我现在是个雷包了吗？特洛格佐尔，金像体，金像体，金像体。死屁啊！死屁啊！天，金像体啊，米罗恩的体啊，我给你耶！那我直接给你。靠，没有招，只玩一点下，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渴望复仇。我想要找一张法术器。哦，可以可以可以，哇！你看看这个伤害，一发就死一位玩家。特洛格佐尔，特洛格佐尔。啊！我的盔甲死了。金像体的米洛恩瑟提，快点！你下金像体，我两个人就活下来了。你不下金像体，这样就很难打了。快点！专心上课。你是白痴啊！秘密呢？我有给你秘密啊！我明明就给你秘密，你不要骗我！哇，再灌六发！我很乐意学习。还没拿死。哦，太棒了 ！Recharge。哦，放不出来。
替罪，因了该良心哦。快啦，他血量不高啦，我全打赢了吗？五六七，五六七，剩二十一，他手里有什么？有一张镜像体啊，这我知道，后面穿两张不知道啊。十六七八，应该还没有。啊，艾维纳死了。点溃下提示。我一直摸他那张镜像体，镜像体是这张吧？这张，哎，这张，我先给什么？火球，哎，他有一张火炬啊，不是吗？哎，什么？我有给他火炬吗？我没有给他火炬。镜像体，快下！傻瓜，不是，不要摸那张，摸最左边的，对，快点，快点，好吧，大法伤，我很乐意学习，然后撞掉一只小兵，嗯，七只六只吧，哎，再不进下去我们就要死了啦，我要研报官了，赢了吗？打十四全送电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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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爽的！金枪烂醉，啊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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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治疗之术补他这样，真是个好队。哎，对，德鲁伊可以这样哎。玩的不错。打得好，一直抓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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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你怎么跟队友沟通？他怎么知道你在干嘛？他又不知道你在干嘛，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在看。不错啊，越来越队友越来越 OK 了。不然我干嘛放给他镜像体？我演的这么辛苦，对，我应该没有想错啊，我还是应该，怎么可能？我这么努力，我演的这么辛苦，你看我处心积虑的在那边跳唱唱跳跳的，他都不相信我。对。如果你这样都不能相信，如果你这样都没办法，如果你连我都不能相信，那你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是不是？麦迪文，我又是法师，打了一天的法师。我必须保护大库。游戏开始吧。对啊，阿周可以给镜像，哎，这真是神一般的特色，神一般的战术。加好友跟他讲 ，Play Mirror Answer 题。我都帮大家抽两张了，你们不放镜像，最烂也是给你一只抽牌鱼啊。没事，空看，真爽，浪费一回合。他如果每回都砍的，他如果每回都跳优先目标，那这场游戏也很好打。代表他前几回都没有做事，如果他前几回、他前两回全部都做超频，就有点危险。米罗 NCT， 他如果超频四回合下来，第一拳就直接灌了，那个应该就死了。米罗。
怎么会是我害他艾维娜死掉？我怎么会知道他会暗杀？而且场上有两只艾维娜，我怎么知道会死他的？他最好的 play 就是他镜像体之后艾维娜给我，那个是本次合作的 play 里面最好的加法力，聪明的一定要加法力哦，超宅了。哎，不是 again， 你是傻瓜，我只要法力好吗？你只要给我法力，我给你手牌好不好？那啊啊，我要怎么告诉他？一直按法力水晶，一直点他。这样有用吗？一直摸法力水晶，摸法力水晶哪看得出来啊？我摸哪里？我摸哪里才可以告诉他？摸鼻子，再摸肩膀。你当作是在打直棒哦，对面还根本就没有看。我砍一发，好。靠！我要死了。望天感同，你不能打着我的大锅。我跟他讲，玉龙哦，这个时机还可以。天，可是我要爆手牌了。普巴迪，是我可以还他一个普巴迪。其实这个局不好哎、欸，他可能会把他炸死。就是他不用出阿周专用的暗杀，他直接把他炸死。练练，练练就是好事。我给他两张火球比较好吧。我给他两张这个比较好吧。还是一张正极，一张正极我还可以做什么？正极没有啦。我差点点他脸的。因为我手里有两张餐点小饭啦，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的确，正极也蛮强的啦。你这个刚刚不长一，你刚刚长一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这回合连正这玩意都可以打。还你想说你这白痴补血嘞？相信我，相信我。然后再打一发正敌回去啊！就是你，我们就一直垫伤害啊，总是要把他打死。他就不用害怕、啊，那个你等下可以弹一发的啦。Trust me, OK？ 变身过也可以。哦，愤怒，大愤怒，直接打五点。哦，超宅，别说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可以偷偷熬一会。哇靠！嗯，他下回十费，所以我做秘法魔像没有什么屁用。那我做大补血好了。天知道，大补血会发现什么秘密？屁最天了，干良心哦！什么最难？这游戏到底要怎么跟队友沟通啊？啊，双超载太爽啊！这两回都没事，超载没事，玩的不错。我会，我什么都没有，补血最多。你现在就把加法上的东西赶快丢一丢给我，那我再给你，这样就好了。八回就做这个跟哦，爆蓝火炬，所以还有两发了，所以他两发也在里面了。那我两发了。对，耶嘿，哇，哎，太。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抽下去会加两张。
哦，我下来材料到了，接下来就是他的问题了。这玩意儿已经没有用了。好，电脸，好，这好，电脸这都没有死，反正我们有足够的补血量，我有足够补血量了，我这个有八滴耶。火球，火球，该火球，火球冲击啦！在下，你有没有这个？你算，你算 ，Come on， 你算，你算，你算，你算。他要下那个，哎，不是哎，那我要先补。专心上课。哦，干不要哦，不要玩台，不要做傻事。你算 ，No， 好吧。好，小丑没事。魔法上加一死了，哎、欸，大补！闭嘴！饮料干良心哦！谁对于这个游戏怎么跟队友沟通有答案的，请来信到，请来信到中华邮政90239信箱，举光原地收。我怎么知道他？他怎么知道我想干嘛？我跟我怎么知道他想干嘛？对，靠！你手里是一套、哦。一滴对十滴，妈呀！好，金箱底啊，可以开大招了。赢了吗？靠！我要补他了。Game， 我没有办法补血，我是不是一个做错，我又做错事情了吗？我说他应该顶得过啊，对吧？顶不过了，看起来是顶不过了。我是不是要缴一张帮他补血、啊？啊、哦，我好像又雷人了，怎么办？我们好像又要输在这里了。马上加一秒钟了。看起来要举弓原地收啦，这不要打。好吧。我以为他还有知识古树啊。要帮他补血吗？那我上一手应该打什么？加一法伤、补血、冲击、火球，这样打多少？三四五，对，这样十费。难呢、欸。马法里恩，难的是都不知道对手在干嘛，都不知道对手。游戏开始吧。我吸了他，我拿了他两张治疗之处，我应该要还他，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下盔甲哦，我应该下盔甲，不要下火球或。法术加一，应该是法术加给我又做错了，我应该做法术加一，我应该做狗头人冲击铠甲跟电脑变慢，
电脑变超慢。对，他知道你有补血，对，因为是阿周给我的。我，对。电脑变超慢啊！他是不是后面什么记忆体的那个啊 GC 没有做好啊？我觉得加法力，求你加法力！你给我这抽牌，我就举报你！给你白痴！那真是蠢啊！就是不知道游戏责任是要干嘛，你就一直加法力就对了啦。我还一直摸他，这样他懂我的意思了吗？我觉得他不懂。我们要傻瓜了。哎，差点发。我再帮你加法力。这个摸这个啦，摸这应该看得懂。看着他，看他，看他。看他，看着他，看着这个 ，OK， 所有可以加法力都先打一打、啊。懂了，给自己加法力，所以他成长了。哦，这也靠他补自己血，是个好队友。虽然我的确是我会一套，对吧？不要撞！不要撞啊！完了，炸药桶爆了，没事，好吧。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我要怎么样表达这是金像体啊？金像体，金像体，金像体。艾维娜，艾维娜，艾维娜也可以，快点。做一只超大丛林小丑也可以，光这两发正极电下去，对面就走了。玉龙哦，双阿周漂亮，这个这手是对的。玉龙指引你。哦，这个队友好像有点厉害，好像有点了解我要干嘛。你会死一只吗？好，这是关键回合，我们队友终于有一天搞懂我要干嘛了。没有，这回就把伤害全灌啦、哦，阿周活一回合，靠！可是我要死，妈呀！我等一下下铠甲，他再跳回来那回，我要下抽牌跟铠甲了，电他就对了啦，一发十二发伤害，电就对了啦。Hit it！ 你在干嘛？要干啥事啊？电他就对了。我很乐意学习。然后他再来应该会杀阿周吧？再来下一个动画，杀阿周。
我很乐意学习。大愤怒啊！对对，大愤怒忘记。我很乐意学习。时光不等人。所以我们一定还有两回合这样子，一定我还不用担心，所以我这一回可以把伤害全灌，所以我可以下这个嘛，下这个是。哎，赢了对不对？呜、嗯！啊 ，nice！ 然后这样把他打死就好啊！算一算，哎，赢了，赢了，啊，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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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我在那边一直摸那只销售，摸了一个晚上，摸到手都起毛球了。他终于看懂我要干嘛了。我这一场就解完了，那我把它解。等一下，我先把它重置一下。没事，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今晚的旅店挤满了探险者，不能带二二换血吗？杨无主播机，如果带二二换血，你怎么不去选一个有斩杀直接就好了？如果带二换血，你这不放个变羊就好了，同学。对上，我怎么又是法师？我必须保护大夫。如果这个牌可以随便带，你怎么不带个变羊就好了？傻瓜。牌是系统配的，就没有办法选。不会，应该雅芙还没有办法，雅芙。所以你们一定还没有办法开，我、哦、又变慢了。哇，第一个就开始超频，这场很危险。我可以理解，如果你现在因为雅芙还没有开，所以你还没有开始玩到，所以是有可能的。可是不是带什么的问题啊？如果你想得到，大家都想得到，那这游戏就一点都不困难了。懂我的意思，所以他一定有阻止你做这件事情。给，没事，好暗杀。施工成长，他要是弄了一个网，只要百暗杀，这个游戏就结束了。那这个大乱斗本周就没救了。猎人印记放狗三倍收工太慢了，好吗？哇，自然化一点就直接死了。啊，大自然真好。直接德鲁伊第一回合大自然化直接点他就爆了，干嘛想这么多？还不用第二张以上的手牌，就直接点就好了。法力。凶、欸，大愤怒。那我可以先考虑怪兽英雄，又超载，妈呀！哦，那我去怪哥。我们渴望复仇。又电了，妈呀，要死掉了！猎人印记精灵弓箭手不用啊，猎人印记秘法生射就冲击也可以啊。不过再怎么样应该不会比自然化快吧？一回所有职业一回可以解，一回一张牌可以解的，应该只有自然化吧？
猎人是两张，然后假设开放到硬币可以到二回，可是假设开放到硬币二回，有谁还是可以？有谁可以一张？闷棍不算了，闷棍只是逃跑而已、啊。腐蚀术痛可以，痛还来得及。如果他第一次不是超频痛就来得及。腐蚀术是敌方回合开始时哦，腐蚀术哎，看腐蚀术也好强啊、哦，腐蚀术可以哎。他是恶魔吗？不是，他是机械吗？也不是。腐蚀术应该可以。是谁胆敢亵渎古老的大字？不是啊，你要撞掉一只哎、欸！不要做傻事啊！而且全场加二加二没有比较好吗？这样他可以超过那个、啊，他可以超过、那個。哦，他要补单位了，好吧。完了。我觉得他没有法术。特洛伯祖。这里可以选抽了，因为他已经满了，我也满了。哎，不错，哇，他这样可以长两只，天哪，已经成长。法力一出会宰一只啊，一只会长大。来，来，要看抽起来是什么，愤怒，咆哮，哦，再长，然后全关。灌个三，应该不会。无功不等人，你不要打脸贴。哦，超载，爽，没事。哦，可是我法伤全部都掉了，法全部走掉。所以说，我应该要有意思。这样，不当时啊，我回去了。没死，我一滴。啊靠！他要死了。我每次都没有看到队友要死了。自补。啊！他有个左使。三有跟没有一样、啊，这个补三只是伤回合不会死而已。这里如果治疗之处也不会死啊，加八这样15。如果没有补就刚好12，那就直接挂。可是我觉得看起来是挂了，手里可能还又有一套，这还是一套啊，战神希望咆哮那一套。哦，哇，双补哎，那我多一棵树。最高攻砍树 ，OK。那就还有他有两回合哦。赢了吗？八加八加六，八八八二十六加六二十二啊！不知道。
三加三，六七八九十五六，加个差两滴。我少算了什么？天，他不一定会活过去，烦。啊靠！你刚没有打这个啊？他不行，他不打树就死了。哦，他说你是愤怒 ，shit！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没有法术了。他刚第一回合补血之后可以不用长。哦，玩的不错。那个时候我场上特洛克佐尔他补血之后可以不用按天机啊。他这个七嘛，对不对？七加五十三，他可以不要按天机，他可以丢愤怒啊。他愤怒在最左边，为什么不打？算了，我的错了，我的错了，都我的错了，我没有撞了，对不起啊，大家去死啊！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愤怒不打？他有指着那张牌吗？他有指着那张牌吗？不是第二棵树，第一棵树呢？第一棵树轰完他七滴还多少？这是第二棵树啊！你有没有听懂啊？我必须保护大户。游戏开始。你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镜像体的那一颗？我说的不是镜像体，是第一颗。他第一颗那个时候做完也是按天机啊，啊没有下东西，没有下什么啊。我想说，那他手里没有料啦。我他妈怎么知道？又说是第二颗。靠！我其实换了三张法术，没救了。哇，这样炸也快死掉了，虽然可以炸死我了。他没有抽过牌，不是吗？他全部他愤怒最左边最旁边那一张哎、欸。随便你们讲啦，我就是雷暴啦，怎么样啦？加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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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法力。哎，你干嘛？哦，这个聪明，他要贴他，这样他打他可以给他。啊啪！然后被砍死。这边他还活着，可是他等一下没有屁用，等一下要爆啊！这我应该拿去打嘛？他第几还没有查？法伤加二法伤，快点！加二法伤。专心上课。哦，这也可以。专心上课。他不叠盾回死是第二手的那个时候不叠盾回死，但是结果的确会这样。结果的问题是，如果他我们的手不让他叠盾，他在下一手他就要爆了。就是如果我那手，如果他那一手没有多按一个盾，他在下一回合就会剩不到十二滴，会刚好少一滴。会刚好按天真机之后是神一滴。
那那一回会输，就那时候电玩升级第一周那一回会输。电玩没有，对，电玩会升级第一，然后电玩那一回会输，就这样。比较大的，这一个法杖都没有加，我都不想下。这个这么多目标应该是不错，还是把开始烂游戏。不然突然就可以弹一发了。至少我吃到肌肉了。老师干嘛不打？不会死哎、欸？刚刚吗？我很乐意学习。先打，先打，先。妈的，怎么会知道？塔迪巴没事。法力 ，Oh no！ 不要抽牌，抽牌才不能解决问题，法力才可以解决问题。等我有十点法力。哦，这问题解决的大了，我跟你说。要撞掉，同学，不要干傻事。可以让他直接结束了。幸好米油号赛车加到效果。哇，苍狼龙还是死了，好不？我他妈怎么会知道一堆人不爬文原来无问题？既然你不知道什么很重要，还好。这好像假的三亚流失哦，你旁边也是两个嘲讽，没有错啊。我看起来我料快打完嘞、欸，我打不完啊。等一下，你给学生弹一发，拿出个弹，把他弹的伤害，叫我把手丢，傻瓜。玉龙指引你，下补血天之祭典。只有我的长枪。不行啊，抽牌鱼了呢，一直都没有来，快来！棒，一刀刚好死，这血没有过八，很可惜。好，我是个废柴了，我要躲起来自己玩只要米欧跟这个分开出依旧啦，这样全部的伤害要重打一轮、欸，爸爸一定会死，就是这一手一定是死米欧，我知道是阿忠。
出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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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牌啊！点点吧。哦，超载！哦，超，超平！看四点法伤，这个有跟没有一样。在等。望天干通。我帮着补一下啊。好，再超平十二点了，哈哈。现在一发死一个人，三发四个死一个人。我的孩子会称霸艾薇娜登场。下一个来，哦，不错，抽两张，抽两张，不要补血，也没有血可以补了，他妈三十三十。砰！一棵树倒了。哎，艾薇娜挡，他会先下，他是哦，太棒啦，最重要的一张牌，哎呀，直接丢。李诺呢？没有，没有李诺。我觉得还没有东西可以打，妈呀！我等他一回合好了，我下法上加成，可是我不要放在这个上面，我也不要放在，最好是放在这两个，不能放在这两个。嗯，盔甲是最重要的、啊，放这两个。不当时啊，我也不能接了。哎，靠！这下直接爆了，艾薇娜也爆了，完了，大招都爆了，直接爆三个，我解盔甲了，我脱盔了，对不对？他那个排框，我们居然快要打到疲劳哎、欸！天哪，抽抽抽！你的做法又是前局。打到两个人满血，然后进疲劳哎、欸！这不也是醉了？我们两个满血，接近满，也不是接近，本来就真的是满血，然后要进疲劳了。他也没有大招啊，大招应该是自然之力修完跑。时光不等人。愿伊路恩指引我们长枪。差不多了，二十七可以打了，应该可以灌他超。他每一手都做暗杀都还不错，因为你每回就掉一只怪，然后你可以做两只怪，这样子对你而言就是一点关系。他要给我任何暗示吗？看一下场上有没有点任何东西，没有，他什么都没有点，我到底是不是要送啦、啊？应该是可以全送了吧？应该是要打最终决战啦、啊。Yes， 他砍这个就没事，应该这赢了吧？玩的不错，打成这样还没有赢，再雷啊！我在那玩意儿里面待了好几个月，八九打三点就赢了。啊靠！你该不会没有先丢自然之力修完跑消，不要干傻事。他刚打了一个，发现自己少一颗水晶。他说：“哦，对啊，两张打完刚好平分，那就是免接啊。”Yes， 好辛苦啊！不打了，累了，累。
这一次的合作还是蛮重要的，不过这第一个是这次比较简单，第二个是这次的合作还是蛮难的，就还是需要德鲁伊那边，觉得好像还是要德鲁伊先发这场游戏的表现，的表现比较好。因为德鲁伊那边可以决定全法商的，对，全部法商的起点算是在德鲁伊手上，因为加二法商实在差太多，对秘法冲击而言差太多了。剩下就是呵呵，我说完了。现在就是人品，不是过年，而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喽。Good job, Bob。好了，还不错啦，整体人品不错啦。他是本来就给麦迪文吗？真的吗？应该是吧。应该是吧。这是一样有打又有，没有要赢，要赢才有。刚刚那张卡片叫什么名字？你说什么手上场上的还是哪一张？一点一点打的那个吗？图有没有差啊？你说画面上吗？这一次是这个啊，这是麦迪文啊，法杖那个鸟法师，对，末日预言者，他每次预言都没有人理他。这边是三二六四，之前的图哦，我要看我发的粉砖还在不在。我这台电脑好像没有留那一个档案了，有吗？这是我什么时候的图啊？我已经忘记了。天，看一下，相片，然后分类是什么、啊？粉丝专也不是相簿，我根本就没有分相簿啊！我相簿只有一本，就是一沓垃圾，230张相片，最好是找得到。我妈为了发过。哎、欸，不一样哎、欸，是吗？我找到了、欸，我找到我上次发的图哎、欸，看一下，不一样。上次有一个有看到圣骑士的锤子跟牧师的图，不一样，跟上次的图不一样。要不要隐藏得知看？不要，我觉得我打不到。我们进去，我先看一下。这一次要赢，一定要赢才有。真的觉得看到我的暴雪英霸可以打到 R10 以内，真的是用心良苦了。天哪，我打野真的太认真了，好不？哦，是德哎、欸。马里恩对上麦迪文。游戏开始了，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好，要不干那人是个傻瓜。我不想举报，连举报他都觉得，连举报他都觉得自己的程度变低了。没事，你爽，你爽就好，喜欢发废文，你爽就好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喔！哇，完工了！居然起手拿到一套哎、欸，可是我不知道他有魔法术哎、欸。我要怎么样告诉我的队友我有这个了？按三次代表我有米欧号是曼纳斯顿，是这样吗？他发第二次哦，
啊，只发第一次随便挣了，这就随便。我们渴望。如果他觉得在，那我可以变成把它咬掉。啪啪，还有没有？哦，我现在有知识可以讲。愿一路恩指引我的长枪。这不是给抽啦，这一定要给法力水晶啦，只有法力水晶才是真的啦，其他都是假的啦。因为法师的法力水晶只能靠这个。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啊！德鲁伊可以自己做，还在点。因为德鲁伊的法力水晶可以靠那个自己成长得到。啊、大自然真好。就你德鲁伊自己有成长。啊，看少打。这是自然的错误，完了。因为这可以，只要他地狱攻击，他你就可以躲打一下。其实刚刚做完还有一点法力，我可以变成，我可以有两点法力啊，这个只有一点。天知道，我不发现什么、哦。要秀了吗？要秀一套了吗？我现在不知道我的队友到底要干嘛。要一直摸这个啊，干死了马哥。老麦法师快一点，老师干掉你哦。我想想，等我有十点法力，你就知道。我想要抽一张。因为我要牌，然后他要法力。打得好、啊哦，打得好，真的吗？我他妈根本不知道你想干嘛。我被一套哎、欸，真爽。他下一手一定会把阿周杀掉，所以这一回要塞法力，要塞说手上有的法术给我。靠沒有，他把法杖撞掉，不是吧？所以我可以加都先垫一轮啊，对不对？待会再垫一轮就差不多。哇，只有两张法术，不会吧？好，这是金象体。哦靠，我没有手下。哇，西瓜。九十啊靠！那下一张不是走了？我的手牌太多了，这样对吗？啊，我现在要干嘛？不是啊，我现在对于人生有点迷茫啊。想想，我手上也没有加法伤，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留着。没有人能阻挡我，没有人，没有人，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没有人能阻挡我，没有人。
没有人能阻挡我，没有人。时光不等人。Again， 好吧，因为我想要留手下去看他的，然后让我这个打得多一点。他什么意思？我不懂啊。现在我跟你都同样都是镜像体啦，你要做什么？拿下一个抽牌语。我全做法术的意思就是，我手里没有好手下。你要干嘛？哦，哇，超有 sense， 超有 sense 的。可是我站这一圈跑下会爆格子啊？不会啊？就大家 double kill 把这两个杀了，妈直接就睡了。我现在举棋不定了。或许他烧线是什么？烧线是什么意思？烧线是等一下要拿火球砸他的离子吗？看两个都走吧。哦哦哦哦哦，这个吧。哇，这个法伤加去加爆啦，直接就加爆啦！天哪、啊！应该是这个意思。江哥，他一直指他，到底是要我做什么？他该不会滑鼠在这里，然后人睡着了吧？因为他刚烧线欸，然后他竟然一直指着这个点，他只会指着这个点，我觉得看起来他心脏挂掉了，他应该是心脏麻痹死掉了。有意思。该不会吧？该不会这个关卡最后要我自己一个人打吧？我现在举棋不定了。有意思。我靠！根本就是心脏麻痹死掉啊！你的对手离开了。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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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赢呢！先可以这样刷哦，就打一打，然后对手把线关，就跟同一个镰刀，然后还把它关掉，这样。那每个人都跳，每个人都断线就好啦。妈个烂对手，不打了烂游戏，我在那边努力那么辛苦。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了。哦，对面烧线是要把我围线的意思，太聪明了。可是对手投降不算啊，只有烧线才算，所以要对手投，所以要对手烧线，要对手投降。算了，我不要，没有人阻挡。哦，哦，好。他的意思是，等一下我们直接在 match 一场，然后你要负责救我，然后你要负责烧线哦，你要负责游戏离开游戏，是这样吗？嗯 ，OK， 我们终于了解了，对，应该是这样吧。我实在不理解，不过我赢了啦，我也是打得很，我觉得我们也是合作得很好啊，有没有？你看，做一个 combo， 送一张愤怒给你，你做两个 combo， 送一张镜像体给我，那我下一个镜像体，你下一个特洛格卓，你下一个镜像体，我下一个什么来着？法力小手 ，nice， 完美。对不对？几手非常的，都最后做出来都是非常想法的，非常正确的想法。然后他断线了，我实在是不理解。哥，两只特洛格卓被炸掉，对面当场把遗物吃了，也是有可能。好，就这样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手挂了。这一次就勇者法伤加二两次，然后打一波那个啊。我们刚刚最快七回杀，轰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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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法冲击冲击冲击，秘法冲击冲四次就赢了。Yes。差不多了，可以睡觉了。好，各位听我讲，看到你发的这句话，我决定看一下你都追随谁的台。虽然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我，虽然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一个分身账号，然后随便点一个人这样，才七个追随频道，有谁啊？第一个人我就不认识。然后五口先生 ，Square TV 是那个艾里，偷富是豆腐 boy 吗？阿妈子 ，Kerp 跟 Winter Gaming 是哪个台啊？这个如果是一个分身账号，还是一个很不霍尔的实况台哦哦，这我知道，我好像大半夜的时候看 Pico Life 的时候会看到他的排名，对啊，看起来不像个分身账号啦，只是一个。没事来的账号，没事干的账号而已。但你还是可以滚的，就这样。好，就这样了。本次大乱斗不错，有新意。虽然我们知道是一样的，就是打的王是一样的，可是游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职业两个职业的内容是，我靠，这太小。因为职业的内容跟那个牌组的内容都改了，然后这一次的战斗获胜，这一次战死打死对面的方式就是不再是勇者祝福这一套，而是你必须要累积法术，然后
有点可惜，也不是可惜啦，有点苛刻，就是核心还是一样，核心还是一样要做米欧豪斯曼拉斯顿这一套，然后一样是做米欧上阿周，然后一样是透过各组，就是有这三个东西做一套还是会赢，那还是比较容易，剩下就是你怎么样跟你的队友沟通，我真不知道怎么，然后几张比较重要的牌，比方说法师这一次可以靠着阿周过镜像体给别人，然后镜像体复制到的东西也还蛮重要的，然后不算这个的话，上下 combo 也不算啊，然后还有什么？德鲁伊的工作还蛮简单的，因为这样哦，然后哦，没有，还有那个布莱恩同虚什么时候要做？要不要留东西配布莱恩同虚双补的这些效果的搭配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基督要补血啦，法师拥有这场游戏的优先权啦，为什么呢？因为法师看德鲁伊不爽就拿火球把他扎死，对，既不会赢，但是爽。当你的队友是个傻瓜，拿大力正极把你一大堆的东西垫，把你一大堆东西垫掉的时候，你就直接把他杀爆，就这样，这是一个正确做法。好，就这样，谢谢大家。我知道你不是分身，你应该是某一个神经病的家伙，就是政治狂热者之类的。是个政治狂热者，够没得的哦，爽就好，对不对？好饿，好想吃东西。自己去找食物了，就这样了，谢谢大家。什么意思？小心怂棍，他就是傻瓜。一点反而跟对面沟通啦，放怪这样眼光光哪里？不，现在看不懂了，看不懂我要干嘛了？他看不懂我要干嘛了？我在那边点来点去，人家说他有点我，我有点他，我刚就是傻瓜，我根本没有记得人家有眼报，然后我就雷了。就这样，谢谢大家，啵啵，还蛮好玩的，有兴趣可以多玩一下。真假复开吧，快开了，剩一个小时而已。刚玩，不知道这时间点只剩麦当劳，天哪，超不健康，不知道健康为何物。